我下半年都没带过衣服了。我这衣服，这件你看，我这件皮一直穿了都要5、6年了。你要买衣服了？你想要什么品牌的？我感觉上次我们在山东的时候，像我们不是带过一次那个绒丝带吗？啊，对。质量我买了几件，质量挺好的，你妈也买了几件。哦，那我现在不是天气凉了，要羽绒服什么东西都需要了吗？他叫小鹏问一下。那你联系一下吗？可以啊。可以啊，我去看看吧，我去他们总部看一下吧。我们今年是没有卖过男装。下半年都没卖过衣服了，下半年。嗯，没有，因为我怀孕都没有卖过。很少卖衣服，今年我们。去联系一下，辛苦啊。嗯，好。我也要添加几件厚的衣服。回来了。哇，这个大包啥都行啊。你不是上次说要龙狮带的衣服吗？ 我从他们总部去拿回来了，来看一下好不好？拿了这么多呀？来了，也不多，因为是冬天的衣服嘛。可以试一下哈。啊。来，这是羽绒服，这情侣款的羽绒服，很好的，看看质量。因为龙狮带我们夏装是卖过嘛，质量不错的嘛。嗯。好感觉啊。嗯。你拿了我的有没有拿？你当然了，这是情侣款的，来，这是长的。我们来试一下吧，这件衣服。好的，好的。怎么样？ 特别薄嘛，因为这个品牌的东西呢，它是做户外的，所以它不仅是羽绒做的好，它的面料做的好。而且我觉得我这个颜色好。这起皮肤还有白色的，这个好多颜色这一款，它是男女同款的嘛，可以吧？这个衣服，走个秀呗。好棒好棒，好看好棒，好不好看？<笑>我还有一件你非常喜欢的风格的衣服，给你看一下。 你看，棒球款的，这是不是你的菜？这不就是我的 style 吗？你换一下衣服，这是不是你喜欢的？我喜欢。你是我就说这一款，我拿回来你一定会喜欢。这个特别藏肉啊。对，你看，再大再多的肉都可以藏得住，喜欢吧？喜欢。刚好这个季节可以穿。嗯。然后冬天冷的话，外面再套个羽绒服。里面可以配一个马甲、卫衣。羽绒马甲也可以。 里面配卫衣，卫衣也好看。你这个怎么配马甲呀？不能配是吧？<笑>老爸，你们的也有，你们的也有，我拿回来了。我也试一下吧。对，这件是，哎，我给你们搭了一个叫亲子装，老爸的、老妈的合影的。来，这个这一款你可以穿，这件衣服很好的，这件衣服我穿一下看行不行啊？因为他们本身做冲锋衣就做的好嘛。 好看，怎么样？对吧？冬天冷的话，里面可以穿个薄羽绒。我给老爸也带了一件。很来，这种轻薄系列的羽绒很好的，来试一下。这衣服好看啊！我来试一下。试一下。老妈的好看，你的很合适，老爸的。看看这个轻薄，就轻薄，穿起来又舒服，主要看质量怎么样。质量挺好的，你看摸起来手感非常好。老妈的也不错。你这个看这个做工呢？做工很好。 面料都挺好的，这个。他们家衣服。我也要穿新衣服，怎么办呢？<笑>就你们有，我没有，我都哭了。<笑>我也要穿新衣服啊！<笑>大大的再穿啊，再大一点可以穿。我爸特别喜欢这件衣服，他穿上新衣服就好高兴。什么时候开播？我这个衣服我也买了。好就播呗。穿起来又舒服，又轻薄。 他好喜欢这个，衣服确定是好的啊，确定好的，这个确定好的，那我们要就到他们总部一起去再看一下，因为那里很多很多的款式都是新款的，总部去看一下，对对，不可能就这几款衣服，很多很多，非常多，确实上次我们自己下周都买了好多嘛，对对对，这次的秋冬的新款我特别喜欢这件，这件我。 最爱，我觉得你们两个穿衣服好好看哦。哈哈哈哈哈！到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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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哇，好炫啊，这个总部！来，怎么秀？怎么秀？董总，来。<笑>等一下穿上漂亮的新款衣服走秀伦。<笑>好吧。<笑>我来介绍一下，这是我们龙狮戴尔的我们的总部的负责电商的张总。 我们上次见过面了哈，这个是我丈人，哎，小美，对，欢迎到龙狮带来啊，嗯，那小美啊，这次呢，我们。
公司带来准备了很多的新品，那我带大家来去我们的直播间去选选品。好的，好不好？好，好，走吧。这些呢都是我们秋冬的很多新品，然后你们可以都挑一挑。我们挑选几款试穿一下。可以啊，可以啊。好，看看夏天效果。好，我们上次拿回家的那几个不是挺好吗？挺好的吧？哎，那个也挺好的。对啊。对。你再挑几个别的看看。可以的。对，奶白色的这个品都很漂亮的。来，今天我们家两大男神都来了，看看哪个穿得更帅。我们去试试款吧，去选一下。我刚刚进来就看着一两款。我爸穿衣服其实挺好看的。怎么样？你会不会冷啊？好看是好看。怎么会冷呢？这个里面这么厚的绒，裤子也很厚的绒。这哎，我觉得清爽吗？好帅呀！你是来搞笑的吧？这个可以，挺帅的。我这件怎么样？我帅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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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帅。轻薄的，不轻薄，脱下来就舒服。可以。这种看起来不臃肿。帅帅帅帅，帅，帅，酷。啊，谁帅？你两个都帅。那肯定是我帅，你这话你说。保暖。我们要穿跟张总同款，跟我同款吗？嗯，好看。这个冲锋衣好的，我感觉好好看哦。对，这个他穿的季节特别长，现在刚好可以穿。对，然后如果冷了以后再加件里边轻量的衣服。哎，是好看，哦、上身好好看，对吧？好看。看一下。哎，我感觉谁穿都好看，是吧？年轻啊，这款啊，这款黑色的，黑色的也可以啊。对，这个我都自由。我感觉每个年龄段都可以穿哎。这个，嗯。黑色的也很好看，黑色的也好看。然后它主要是它这个领子好像有一个这个立领的这个设计，嗯，它细节这是最拆的，细节很足。就是你下雨的时候，万一遇到下雨的时候哈，你这个一拉，就它这个呢就是立住的，然后你这个帽子一戴，这个防雨吗？防啊，防雨。它这个水就是从这里那个漏下来，哇，防水效果蛮好的，嗯，抖一抖就没有了，嗯，特别舒服，特别舒服哈，嗯，好看。好看，有三个颜色，你适合长款的。嗯，羽绒服就是这个是时尚款，羽绒服我就喜欢中长的。像我们这个都是属于时尚款。对，哦，这一款，哇，可以，哎，适合的。这一款稍微小了一点点啊，对，不小。这一款羽绒服呢，它是有黑科技的啊、哦，然后呢，这个羽绒服呢。大家也没看到一个，我难怪我说我这个袋子里面有个这个东西是什么呢？我先不透露哈，嗯，我们先卖个关子，到直播间来展示这款衣服哈，我明天呢不卖啊，不卖不卖，只要有下单的小伙伴，整点免费送，哇，就这么多啊，拼手速啊。那这是很连的是吧？吊坠都是真皮的，所有的这个你看得到的这个颜色的全部都是牛皮做的，全部都是牛皮的。嗯、这件衣服我们已经不再生产了，成本太高了。哇，这个零下30度都可以穿、啊。对，每一个整点，我就送一件，抽，明天就是整点，每一个整点免费送啊。好看的，挺好看的。酒吧，这个衣服你穿的刚刚好，我先送你一件。好，那给你过冬啊。那我就先谢谢张总了啊。送一件给你，感谢感谢。哇，这是一件鹅绒服，今天冬天再冷也不会冷了。我们鹅绒因为今年很贵，所以我们呢。就开发的这个款式不多啊，这款也是线下的大爆款，嗯，充能量很好看，整个细节做工工艺都非常的，版型很好，因为很多羽绒服做的臃肿，对，这个羽绒服做的就是修身，很修身，但是又保暖系数又好，对，外面看起来也不会，然后面料档次也很高，瞬间变白有没有？嗯，这个颜色比较好，瞬间变白，这个也是一个情侣衬肤色，嗯，特别舒服啊，冬天一件就够啦。一件长款外套 ，YYDS。哎，这个白色的很好看，白色的很看好，它的那个撞色，它是撞粉色的里面。然后你看它的充能量，它这里还有收腰的，还有收腰的，对，这里收腰的。这个好看吧？啊，这挺好看的，很显瘦，藏肉肉。就这种阔版的，就是包容所有身材。对，瘦的穿好看，胖的穿的也好看，160斤、这样穿的又很休闲。冬天如果是南方的话，一件衣服搞定，看不出来，对吧？效果很好。嗯，胖的穿就好看，瘦的穿起来也好看，也好看。也好看，这个也挺好看。好看吧？那设计师设的好，设计好。都知道了吧？好舒服，好轻啊。嗯。然后整个人穿起来它有点小阔吧，但是不会做的特别阔。今天张总这么客气啊，还一起吃饭，然后穿上了比较时髦的衣服哈，可以吗？可以。
可以，很好。对，立马年轻起来。小酒喝起来啊！嗯，小酒喝起来。